大家好，我是哥，我是小金。今天是我金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我的小花，你的小花肌肉记。我刚讲了，今天是，今天是我们金色的汤姆第158集啊！你看这桌面依旧凌乱，有大概大致上。有少了一半了，对，被我妈整理了一下。对，哦，这个又收到赞助啦。有看到这个是摇号的哦，所以是不同人哦。昨天是 S 跟 M， 对不对？对 ，Kevin 送的。对，今天的赞助厂商是 Eric。Eric 哪一个 ？Eric 全国丽园大饭店。好有心哦！对，好像是蛇哥在坐月子的时候，然后好像有跟他通到电话，然后他也知道说蛇哥生小孩了。嗯，然后我妈说啊，干蛇哥你怎么没跟我讲？然后我寄一些东西给你啊，我说不用，但艾瑞克真的人很好，他马上就跟我要了那个地址，然后马上猫猫就买了。嗯，对，因为他其实也是二宝爸。对对对，他也是两个小孩的爸爸，对，所以他也是比蛇哥很有经验。真的，感谢全国丽园大饭店的 Eric 大大，真的很屌啊！对，哎，让我们的尿布又多活，这应该可以撑半个月吧？不知道，120片啊，如果一天六片的话，一天不止六片吧？真的吗？我没有在算。好，因为。反正目前尿布应该可以撑到过年，我觉得。嗯。对。嗯。好，来念一下那个留言。这两天精神都很差。来，头像玉，在我看一下啊，在麦阿内拉有话慢慢说这一集，说礼拜一头像，厉害厉害，再是 Long Kai。终于回到久违的摄影棚了，嗯，你很习惯了吗？第二天好像有一点习惯了，有点习惯了，对对，开始看你会不会源源不绝，期待吗？期待回到熟悉的场景，然后源源不绝这样，嗯，好，来 Cozy 收到赞助啦，换到熟悉的棚了，冷啊，各位注意保暖，我今天真的很要求。冷就算了，重点是下雨，湿一整天。天啊，有啊，听说明天不会下了。对，好像连续三天是好天气。真假？就是至少不会下雨。哦，我看气象的。哦，这还不错。嗯。在要又是雨，1分13秒正运动，怎么感觉早上公园的老人常常看到老人在做？你在讲哪一趴吗？我知道，我看。我看。就是你在那边伸展。来不及啦、啊！来，晶晶 SUV 冰雪，哈哈哈哈！每个外婆都是这样子的，孙子回来就阿孙呢，回家喽，真的很开心。对，主要外婆很嗨呀、啊，嗯，热情迎接永群的回家，但一样是哦，晶晶 SUV 冰雪连留几个五个哦，我，对，真的洗版了洗版了。原来蛇哥哥姓林啊，第一次看到呢。蛇嫂嫂回来就吃麦当劳。对，林永泉。他姓林，所以你也姓林。嗯哼，有我跟他讲说你是没有看137集。嗯。对。嗯。他说他刚好工作忙，那么巧。好，我就相信你。蛇嫂嫂回来就是麦当劳，对他回来大开吃戒。再想问一下，是蛇哥哥喂奶，永群不会吵，还是蛇嫂嫂喂奶不会吵？都不会。嗯，他是爱吃的，只要奶嘴奶瓶渡过去，他就嗯。对，我有昨天那种测试哦，就是宵夜场，然后奶瓶一过去就要，对，跟那个丧尸，拎掉嘞，很可爱啦，很可爱，对，不要跑。对，一点都不会吵，叼住，对，
因为我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比较不会找爸爸的，因为爸爸超级严的。小时候我爸爸从来没有喂奶过给我们。哎呦，严父啊，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慈母来做就好了。我们的话是舍哥品味比较多，对，就是分工合作了，对，对，没有说一定说谁要做什么，谁要做什么，谁有体力，对，谁就去做，对，就先捡去做，这是目前的那个默契，对。好，再来是一样是 ，Ice Yuki 冰雪哦，是不是蛇哥哥蛇嫂嫂？我留言说回家时候很开心，到家的时候开始照顾友人就会非常更开心的，对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好开心啊！对，然后哦，他去补看的137集，林永群小弟弟欢迎来到金色汤姆家那一集，他去补看了。哦，这个难怪我是第一次看到，因为这集我没有留言呐、啊。我在工作忘记回来看的。好，有补就好。再来是清静上撑住啊！没关系，下一次他跟我讲。哦、我就看到了，我就跟他讲。对，来，再来是明宏，回家就是另一个更大的挑战了。蛇哥小军干嘛的？我们会加油的。对，今天是第一天的母婴同事啊，24小时。对，再是木曜温泉蛋，时隔一年，2020到2021，终于回到熟悉的棚内啊。其实才33天，不是33天，感觉很长。小金马上开课麦当劳、月子餐以外的美食。外婆看到永群的反应开心呢。接下来要辛苦了，永群回家日记开拍。对，开拍了。在 Agent Lee， 今天真的超冷，在马来西亚吹风让我感觉像在韩国。我说马来西亚，我以为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呢。因为马来西亚在下面啊。还是有。冬天的时候，而且今年冬天特别冷，好像哪里各地 北半球都冷。对啊，因为我记得之前去马来西亚的时候都是很热的那一种、就比泰国好一点。对，我不知道他们也有冬天呢。外婆抱孙啊，当然开心。再来是俊台练粉丝俱乐部，恭喜回家啦！妈妈回家第一件事是躺床上，老公回家第一件事整理行李。我们只有整理行李，对对，没有还没有躺床上，对，完全没有时间。哇，会了，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上手。再来是 Kevin Chong， 那也就是代表说永群满月喽，恭喜恭喜！祝你刚打下去，我已经打好多个了，真的吗？祝永群健康快乐，快高长大。好，来，再来是 Sina 金。出月中心后回到家才是真正的游戏开始。看孙亚军真的是，对，他讲的一针见血啊。对，前面都只是让你热身，对，让你试玩，对。改天我再分享我当时顾宝宝的 SOP 步骤。请一定要，拜托。PS， 宝宝满月前都是我一个人带的，但他真的很屌。真的，我觉得太厉害吧。对，他自己就是一间小型的月子中心，妈妈就是在另外一个房间只负责挤奶、吃饭、睡觉。也太好了。对，所以他是个人工作室的月子中心。对，我宝宝出生前，我就把原本在彰化的工作辞了，直接下来台南哦。我看他是，很疼他老婆、很屌。好，不念完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。第一天的母婴同事24小时的一天，看我打这么多个哈欠就知道，完全没有办法睡啊。好，从早上，因为今天是永群要回诊，然后我也要回诊，那所以我妈妈今天很早就过来帮我。那今天回诊的重点就是我去看妇科，去看那个自然产的伤口有没有愈合的状况，这样，那还不错啦 ，OK， 都一切都正常。因为小金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撕裂伤蛮大的，对对，缝了很多针，所以看伤口愈合的状况还不错，我是不是鬼打墙？那请继续嘛。然后永群呢，今天
做了基本的健康检查，一切也都正常，譬如说身高也在成长的范围之内，体重也是。然后、他出生的时候是3500嘛，嗯，我们昨天接回家的时候是5000，对，对。他一天多一天大50啊，但好像、但是还在合理范围内。对，那为什么月子中心说他是巨婴？应该说就是说很大只啊，范围的中上。哦，对，但是身高是正常。嗯嗯，所以他有点好像有点对巨婴。对，然后做了抽血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嗯，打针，嗯，对。今天先去打，因为满月要打一次 B 型肝炎的第二剂。嗯，那我今天就去打他的左大腿，啊，哭的嘞，然后我妈不敢看，她怕痛，心痛。啊，然后但是哭一下就好了，就安抚一下就好了、嗯。那今天有做了另外一个自费的检查，抽血检查，它是检查一些有没有比较特殊疾病。嗯，那也是报告一个月之后会去看。嗯，好，所以你说抽血是抽哦，对，抽他的脚掌啊，脚底脚跟呐、啊，抽脚跟、嗯，就是刺一下。嗯，然后像测血筒那样。对，但是他血流的很多，因为好像要挤蛮多的。嗯。对，所以然后他刺的时候一直哭，又崩溃了，又崩溃了。现在还有两针，嗯，而且都在左边。其实刺的同一脚吗？对，左脚大腿，然后左脚脚跟。嗯，其实刺的时候可以让我选，但我就想说，好，反正左边都已经伤了，就让他伤到底，好可怜哦。嗯嗯，然后就回来继续我们的母婴同事。嗯，对，那今天还好，我妈有过来陪我，就是帮我一起照顾泳群、嗯，所以我们是轮流啦，就是吃饭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就去顾泳群。嗯，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换尿布，找时间吃饭，找时间上厕所，找时间喝水，嗯，找时间哄他。对，因为其实回来之后，泳群很崩溃，很激动，可能是一打一针，对，打一针的那个乙肝，嗯的反应啦、嗯、所以要人家哄，但晚上之后就比较好，睡得比较安稳，嗯嗯，现在他还在睡觉，嗯，对，刚喂完奶这样，从天、哦，然后还有挤奶喂奶，哦，对。就无限的这样轮回，嗯，这就是母婴同事的一天的流程。然后没有时间睡觉。对，就看你乘以几了。对。对，这些步骤就一 round 一 round 一 round 一 round。对，没错。好累。你今天早上几点起来？5点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对，我们昨天两点宵夜场喂完嘛，然后表定4个小时的话，应该是永泉说到6点。嗯，对。然后蛇哥是今天7点要起床上班，嗯，对，结果永群5点就起床了，嗯，然后其他那几个小姐睡得不安稳，我一直，嗯，一直有声音，一直有声音，你应该没有听到，对，我没有听到，我声音一关灯就掰了，就去了，对，然后就5点起来，然后就一直弄到7点，刚好蛇哥出门上班，嗯，然后我回来才问小林，他说从早上5点，对，就大家去看医生，然后弄到晚上回来，一直到现在，对，还没睡觉，嗯，好崩溃哦。但是我这是一个过渡期啦，就是彼此还在适应，嗯，会更好的，一定要，对，一定要。我们看他多久可以睡过夜，嗯嗯，好，所以来结算吧，好好好，今天的话就是自费的检查，嗯。跟挂号费，嗯，这样加起来是1800。1800。嗯。OK， 好，理财出来啊，总共是226565。我这个感觉是可以去签那个。226565。嗯。可以签吗？可以。25566。嗯。什么？
好了，结束今天就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明天早上8点见，拜拜。没有了，没有逼。